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HSK 五级听力考试分两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第1到20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王总，这份合同需要您签字，请您先看一下。好，先放这儿吧。10点有个招聘会，我得赶紧过去。男的要去做什么？二，孩子这么小就送去上幼儿园，他能适应吗？还行，去一个礼拜了。老师都夸他好几次了。孩子在幼儿园表现怎么样？三，怎么不喝了？这汤不合你的口味吗？不是，有点烫，我等一会儿再喝。男的为什么不喝汤？四，你会用这个画图软件，真了不起。这个没你想象的那么难，买本书研究研究就会了。男的觉得这个软件怎么样？五，爸，您看给我妈买这条项链怎么样？样式挺独特的，我也一眼就看中了，咱就买这条吧。关于那条项链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六，你看新闻了吗？从明天开始，汽油又要涨价了。难怪今天加油站又排起了很长的车队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七，你辞职了？你不是一直干得挺好吗？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个建筑公司，自己当老板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八，小赵，要不你先发言吧，你对这个问题比较了解。那好，我说的不全的地方，请大家补充。男的为什么让小赵先发言？
九，你确定就是这种？我怎么觉得包装不一样呢？应该没错，就是这个标志。女的觉得哪里不一样？十，我真有点爬不动了。这段路到底有多少台阶？据说有1000多，我们已经走完一大半了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一，先生，您一共消费了570元，请问是刷卡还是现金？现金，请给我开张发票。男的在做什么？十二，把这个纸箱子扔了吧，放在这里太占地方。别扔，我有用，你先放阳台上吧。女的要怎么处理那个纸箱子？十三，听说你戒烟了，真让人佩服。我丈夫一直想戒，到现在都没戒掉。其实很简单，关键就看他有没有下决心。关于男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四，这鱼真新鲜，买一些吧，晚上招待小李他们。小李海鲜过敏，你忘了？女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五，你现在住哪儿？离单位远不远？我们单位有集体宿舍，不用自己租房。男的现在住哪儿？十六，郭总安排你负责这个项目。是啊，我也是刚知道，可是我以前很少接触这方面的业务。女的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十七，你的胳膊恢复得怎么样了？已经好多了，不过最近一个星期不能和你们去打排球了。男的为什么不能去打排球？十八，马主任，您估计这次谈判的结果会怎么样？我分析主要是费用问题，其他都能取得一致意见。
女的怎么看这次谈判？十九，看什么呢？这么专心，我看看。一本杂志介绍了很多地理知识，还有非常棒的摄影作品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，快点儿，换到八频道去，交换空间马上就开始了。还有十五分钟才九点，等看完我的电视剧也来得及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二部分第二十一到四十五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你猜我刚才碰到谁了？刘老师，他也在这趟火车上，他在六车厢。这么巧，他也去江西？对，他老家就是江西的。那我过去和他聊一聊，你也去。刘老师在几号车厢？二十二，下午整理书柜，我有个意外的收获。是吗？什么收获？我居然找到舅舅送我的那块手表了，我还一直以为丢了呢。看起来你应该经常收拾一下房间。男的是在哪儿找到手表的？二十三，糟糕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了？我的报告都快写完了，电脑突然死机了。别着急，先开机看看，电脑应该有自动保存的功能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四，喂，是物业公司吗？是，请问您有什么事？我是四号楼三单元607的，我想问问还有没有车位。地上车位目前已经没有了，地下车库里还有。男的在咨询什么？二十五，你等等，我觉得咱们走错了，看看地图吧。都上高速公路了，看地图也没用了。你不是认识路吗？好像刚才那个路口应该向左拐。哎，真糊涂，咱们先找出口出去吧。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？
26。你怎么把头发弄成这个颜色啊？太难看了。爸，您这就不懂了，这叫时尚。我不懂什么时尚不时尚，反正觉得不好看。您多看几次就习惯了。我的老爸，您得转变转变观念了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7。我一会儿去超市，你有什么要带的吗？那给我买两根铅笔，两块橡皮吧，再买一个铅笔刀。你买这些文具干什么？周末我要参加教师资格考试。男的要参加哪个考试？28。你好，我是人事部的小张，请问前台有我的快递吗？还没有。谢谢，如果有我的快递，麻烦你们帮我签收一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9。我发现小孩子特别喜欢模仿。是的，而且他们好奇心很重，喜欢重复问相同的问题。我女儿也经常同一个问题问好几遍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家长要保护孩子的好奇心，一定不要不耐烦。根据对话，家长应该怎么做？30。要睡觉了，怎么还吃零食？那个饭店的蛋炒饭太咸，我只吃了些菜。没吃饱。冰箱里还有菜，我给你煮点面条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去刷牙。女的正在吃什么？31-32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。听说你在找房子，我一个朋友有套两居室，正想出租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真的吗？我这两天正为这个事情发愁呢。你朋友的房子在哪里？就在我住的小区，你不是去过吗？太好了。这样每天上下班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房租是多少？他说是要2000多，不过如果我去问问他，估计可以便宜点儿。好的，你帮我联系一下，找个合适的时间去看一下房子。行，我现在就联系，一会儿再打电话给你。31。女的最近为什么事情发愁？32。关于那套房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
第33到3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他是一个电梯工，工作很勤奋，获得住户的一致好评，但因为长得特别像某位女演员，因此招来不少议论。大家乘坐电梯时，总是有意无意地说起她像那个女演员。说得多了，她便默不作声。一天，下班人多的时候，挤在电梯里的人们又开始谈论起这件事。有人说，真的，你长得太像某某演员了，何不去试试演电影呢？言外之意，开电梯委屈他了。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，您说的那位演员我知道，他算不上什么明星，而我却是一名优秀的电梯工。电梯里的人们一下子不说话了，从此乘坐电梯时再也没有人议论此事了。33，人们对他的评价怎么样？34，人们为什么议论他？35，他有什么特点？第36到38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个男人邀请三个小男孩在雪地上玩一个游戏。待会儿我站在雪地的那一边，等我发出信号后，你们就开始跑。谁留在雪地上的脚印最直，谁就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，可以拿到奖品。比赛开始了，第一个小男孩从迈出的第一步开始，眼睛就紧紧地盯着自己的双脚，以确保自己的脚印更直。第二个小男孩一直在左顾右盼，观察另外两个同伴是如何做的。第三个小男孩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，他的眼睛一直看着站在对面的那个男人，更确切地说，是一直看着他手中拿着的奖品。只有将眼光坚定不移地聚焦在人生目标上的人，才会少走弯路，与成功的距离也会大大缩短。36，第二个小男孩是怎么做的？37，谁得到了奖品？38，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什么？第39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位母亲来找我，她儿子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最后一名，她为此很烦恼。我跟她说，这就好像爬山一样，你孩子
现在是在山脚下，唯一的路就是往上走。只要你停止烦恼，鼓励他，陪他一起走，他一定会爬上来。不久，那位母亲打电话向我道谢，他孩子的成绩果然不断往上升。我想，最容易被人忽视的是，山的最低点正是山的起点。许多在山脚下的人之所以爬不上来，是因为他们停住了双脚，只知道蹲在山脚烦恼哭泣。39。那位母亲为什么烦恼？40。在山脚下的人应该怎么做？41。这个故事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第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有个小姑娘爱吃西瓜，瓜农看到她站在田边，就问她：你想买西瓜是吗？她点点头说：可我只有1毛钱。瓜农看她可爱，便说：没关系，那我卖给你一个小西瓜。小姑娘想了想说：好吧，不过你先别摘下来，我过些时候再来取。瓜农同意了。一个月后，小姑娘抱走了一个大西瓜。42。小姑娘为什么不让瓜农现在摘西瓜？43。关于小姑娘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滴水的最好去处是哪里？那就是大海。在现代社会，人与人之间不能缺少联系和合作，能力再大的人也不过是一滴水，大众才是那片大海。只有与人合作，一滴水才不会变干。与能干的人合作，聘用在聪明才智和竞争力方面都超过自己的人，往往会使自己学得更多，成长得更快。而那些害怕或怀疑合作对象的人，则肯定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。44。根据这段话，怎样才能使自己提高更快？45。这段话主要谈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